亮灯会突然就一点点这样，对，会变灯。奇怪，最近是怎么啦？今天怪怪怪的，怪怪的，真的怪怪的，好像真的是去关本色哈、啊，真的去蹲了是吧？嗯，对呀、啊，那远远的声音啊，我来问他一下感想。关本兽的感想吗？对对对对对。请问您感想如何呢？请问要破门而出吗？我觉得不行。可以。咦，奇怪，人都不见了。是这样的吗？只是我跟洋洋是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他自己感觉很开心啊。没有，他们都偷听。感觉很开心啊，这个关本兽感觉很有趣啊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想要听一下实况关本兽。对，我把桌子搬到那个厕所门前面，把它挡在那边。哎呦，你的桌子那么臭臭的。那他出来了没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坏，我的妈！可以实况一下关本兽怎么出来？怎么逃脱吗？密室逃脱，赶快拍一下片。如何逃出本兽？我想听到锵锵锵，没有声音，下面有锵锵锵的声音了。正在搬动桌子这样，很重。我来了，密室逃脱。你怎么出来的？我刚刚听到密室逃脱是吗？成功了，密室逃脱成功了，有成功吗？哇！你不是爬出来的吗？为什么本人没感觉？你就转个弯而已哦。没有，是两扇门啊。椅子也把你放在前面啊，还是阿豪帮你拿开来的？没有，就椅子在前面，可是打了开门啊。哦，对，哎、你如果是哎、欸、不对，是我们的厕所门好像没有办法，没话懂。门是内开的啊，如果是外开就可以。不然你把椅子拿去厕所里面挡里面这样子好。为什么我要自己挡自己？自己挡自己这种概念等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IP 破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好。好的。抽奖时间，来去 Happy Soul。哦，我以为你，哦哦哦，我以为，哦、对、哦、我刚刚也以为，对。你们想抽？好啊，来抽。好、啊，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抽。我也要去蹲一下。抽！今天大放送，哇，抽了耶！赶快报到粉丝弹幕抽奖，我来抽一下好了。你抽个半小时，然后抽很大量的，只有我。我这边是数量少，但是很大。嗯，数量少，但是好。大放送来了，抽半小时。我也是大放送哦。哇！我要开好多台，看看这一份的金币有多少。大放送，大放送，没有小抽小抽。我要混在人群里面。第一次要不要换个？也是红灯的，换，可以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哟 ，IP 好了，好，好了，好，好。这是自带电子音吗？不知道。自带的部分。又红了。要遮。要记得遮一下哦。遮完了。遮起来了。好，打开。所以我们要旅游到哪个国家？哦，有了。哎呦，我还在红哎、欸。我这边看到是绿的了。哎，又变红了。我是绿的，但它一直都是有电。对啊，要不要再换一次武器？再换一次。就偏不行。那个不行。等一下，第一期爆掉了。爆掉了。我加飞。Hong Kong。嗯，有三。Hong Kong 可以，有三。有。可以。有呢，绿绿的。嗯。哎、啊，今天抽五十个，这没中文没办法了。可爱哦。他今天要抽五十个了。哇塞！我故意五十个了。哦、嗯，你们三个人抽奖，两个都是跟猫有关诶、欸。对啊，跟猫，两个要喵的啊。对啊。
喵喵喵喵喵起来，好可爱，这个喵喵喵喵喵喵，可爱，我要装吸血鬼。你可以送给尹月穿，尹月最爱穿，什么东西穿啥？啥？那个尹月穿这件，尹月穿这件，超可爱，尹月。我们可以把里面那一件去掉，这边开高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以为你说说他胸口那边要整个。狼开牙！哇，你们都吃这么重口味的、哦，好猛哦！不行不行，你们这样吃太油腻了，不行。油腻不会啦，跟你讲配点无糖绿茶就好了。穿是你穿，瞬间无罪恶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穿才这么油腻啊，你们穿就不会啦。不会，配点绿茶就好了。我觉得你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少在那边，差要看到大腿根这样子。哇腰部一下也看不到，搭一下算了，啊，就完全没有风了吧？等等，地下底下只是绑一个绳子，绑起来而已，是吗？欸、你这样子很像门脸呢、欸。人家问你穿什么装、哦、我今天穿门脸装哦，时下最流行。流行尖端，一掀全看光光哎、欸。啊，太可怕了。哎呦，这一场我们是一样随机还是自选？不知道。这一场我们来全体都同样职业啊！哦，好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好、哦。全体他是有办法调吗？啊，就是、大家全部人连对方也全部包含他们，对。哇，好啊！哇塞，那就矿工吧。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先用一个抽奖，然后抽看是什么职业吗？好啊。那我们自己人先选绿队啊，好，那我们加两个小帮手，这样实打实更刺激。嗯哼 ，OK， 他们，哇，真的都绿队？嗯，怎么都绿队的了？他们还没选，他们怎么都绿了？他们有些选错了吧？很多人选错吗？刚刚那个不是吧？是有人按到了。对啊，很多人选错了。有，一起选绿绿。选绿。小帮手自己进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有看清楚你的 ID。对啊，是不能点那个强制绿色阵营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的是我、欸。大家一起变绿。原来如此。原来是这样啊。Yeah. 重选了，重选了。好胖哦、嗯！好了，又要爆炸了。嗯，野阵地加放进来，放进来，放进来哦！哇哦，哇哦，放怎么进来嘞？全体守护者，大家都不能挖了。不能动。那就是打架就变打架场了，感觉是打架场了。打到赢。嗯。可以。六七八九十。啊，刚好十个。剩下每家的哟。三四。OK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了，就实打实就 OK。有突袭矿工守护。之前看好，这样子是大家都突袭者，突袭者，哎，真的这样子画的，哇哇，好土哦，好土啊，土啊，突袭的，等下就二十个矿工，二十个刺客就好笑了、嗯，哦，想起来了 ，OK， 会了，这总有一个人在发光，就一个人在发光哎、欸。哦，没事了。有一个一直发光。可以。好，可以抽了。等一下，我还在弄名字。嗯，好。呵。里面怎么有击退棒棒？对啊，我看到有人有击退棒棒在那边挥。玩得很开心。嗯。本机拿的吗？蹦。六个职业吗？对。嗯。是自己走过去给他 K 的意思吗？好。K 不用选，这是黑白模式吗？这个这还哦，来抽喽，全体同职业哦。嗯，好，抽出什么呢？抽
中立。不是吧？不要玩游戏了！打架游戏喽！我的妈呀！全体守护，哇哦，哇哦，大家都是守护哦，这什么哇？加油！那个，我们还是有那个核心组，对吧？我的妈！只是幻觉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有凋零、啊，那个太慢的就没了，太慢的没了。我们守护女神了，我们来守护一家了。人一阵混乱啊，太慢就没了。大家都在傻眼中啊！被打了！有人直接来打架，神奇耶！啊，我死了！第一阶段就过来。我才刚挖好的木头，哇！怎么可以一开始就有盾？哎、欸，我也有哎、欸，你拿过啊？好强哦，你们什么都有、啊，强哦，太强了吧！好羡慕哦，好好哦。那个矿工赶快挖铁啊！矿工在哪？矿工嘞？是谁啊？做事矿工干的？谁？做事啊？还要自己做木口出来？还要自己做石膏木口？你们是矿工玩太久了是不是？现在好痛苦哦，这个。哦，有人挖掉那个了哈。嗯，好像有。好的。那这样是对面的有没有？没事没事，我从对面的带书柜回来了。哇！然后阿富魔台呢？我挖不掉。没有东西可以挖。所以我们这边附魔台也没了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我刚好看到一个。有啦，有一个绿队的在挖。是吗？是吗？有石膏就可以挖了。没有矿工。挖矿速度不敢恭维一下，有啊，有人挖掉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还没挖掉哎、欸！赶快！我刚刚跟另外一个人在那边玩啊。可是他把门堵起来了，我进不去，可恶！啊！你找一下，你一定可以进去了。这样。哇，这么凶！全部人在这边抢铁。刚抢铁，我们这一队是谁拿书？不知道。小帮手吗？有人来喽。嗯，要做一个。不叫围殴吗？哇！什么叫围殴吗？什么叫围殴？后面有卡打他！卡打！还敢卡啊？打他！没有，后面有一个，我死了。这是个抢铁游戏，真的。哇，可恶！走了、嗯，走开，去。我要去挖黄金了。可恶，突然占据那两个铁。我直接守这两个就好了。我原本只有放三个铁，现在变成只有一个。哇，鲁明这个女人，哇，我的，哇，富裕台，富博台吧，富裕台，什么是富裕台？富裕不是用肚子发声的那个吗？对啊，臭鲁明，臭鲁明，哎，我都放箱子，哎，我这么人这么好，哇，箱子名一块都没有，他进来光光了，没有，不是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什么没有。哎呦，你看他身上，原来露咪放的箱子是他自己头上的箱子，有没有？哇，放到那个箱子了，哇，受不了了。所以假装我是箱子。耶、yeah, ，我走了，拜。那你可以把你的头掀开吗？头掀开，里面的胶出来。掀开你的头，你可以看到里面满满的东西哦。有什么啊？什么东西啊？黄色的吗？金矿。黄色。金矿很多人哦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再挖。我应该都回不到人。哎呦，哇，真的好多人哦，妈，他们好急哦。對啊、到底干什么？回来。哎呦，来跑，来一下就跑掉了。对啊，跑掉了，不理他们。傻眼。哎呦，我有铁砖了，我有酷了。我先做个铁阵。来了，来了。你铁那么多，又来了。可以做铁针了、嗯，没有啊？太多了吧？你刚说要做铁针，我做铁剑啦。啊，我想说你哪来的、啊？你百宝袋哦？你是哆啦 A 梦吗？我自体残铁可以吗？哇哇哇！自体残铁太酷了吧？喊出一堆铁，
那就、然后一堆铁条就吐出来，那是吐，那是吐，不要用吐的，要记得洗一洗哦，洗一洗才能用，听起来有点可怕，白痴哦，底下哦。哦，原来是你哦！干嘛啦？我想到谁在那挖？干嘛啦？原来是你哦！好啊，好啊，上面很危险哦！继续，继续，我想说谁在偷挖？聊天吗？之前叫我吗？想聊天吗？好啊，就先给你。他们大举入侵啊！天都铁装，天都铁装，大举入侵啊！加派，火蚁来啦！我要躲去二楼。小心哦，小心！家里全部人，家里全部都是人啊！对啊，家里都是人啊，在干嘛？他们来喽，铁棒棒！屠村，屠村，打回去，打回去！这里吧。哎，可是云月，你的经验值都吸不到哎。没关系，你吸，你吸，你吸。好，我吸，我吸，我吸。我看到那里有红红的，打回去。没关系，你在哪里？死了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哦，你回来跟我拿铁，铁掉我身上。拿铁？哦，对哦，会掉铁。你刚掉几个？14吧。不是掉一组吗？你丢给我一组吗？我哪是？不要陷害我！哦对耶，哎，我的一组呢？没有，可能被我吸收掉了，有没有？会产铁？里面也没有很多铁。你不是会产铁，怎么还会吸铁？啊、我死掉了。啊，产铁能有限有限，需要一点